进前雨水和后背安庆村出现了提防破坑的情形，救民将顶前后背顶工所也赶在风台来临进前完成应急工程。不过，这个风台停留时间较久长，后背顶顶林文斌和干部科技师为了安全起见，也是伫风雨当中前往现地查看情形。今麦咧做几次准备？为了就是这个地方哦，有一个自然组的设计的在过去，它会有一个类似的。等于来主持我们如果这个整个自然淹水的问题。在雨水当中，安庆村有沙包淤河，目前无安全上顾虑，公所有信心面对这次洪台来袭。两天前，我们已经把安庆郡哈啊这个护堤崩溃的部分呢，已经做啊用这个防沙沙包袋哈。啊，来把它做一个填补的作用，啊，来保障咱这个水流的流畅，啊，同时把这个排淤的工程呢也做得比较彻底一点哈，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呢一直来完成。后背地区今日无传出重大灾情，不过也是出现了路树倒机和临时停电的情形。目前公所拢已经排除，不过风台天后背顶顶也是呼吁民众出国爱特别小心。那现在风雨还在交加当中呢，我们也期待啊所有的镇民好朋友哈。啊，咱共同尽量哈啊，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啊，避免这个路上的危险物品的这个风吹雨打哈啊，所以啊，更请咱所有的镇民和朋友呢，大家来注意安全啊。我们防灾应变中心的电话6322132啊，随时啊，我们来透过防灾应变中心呢，来联系各单位来共同密切的处理。后背有部分地区地势较低，不过这几年的抽水站设立加上排水改善，到了上午为止，移动式抽水机也唔免出动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